对啊，就是经营战队啊，这很久了。结果最近一玩，有三个人直接入坑，紫色、无缺跟老 G， 就这样子入坑了。你是不是没慧根啊？对不起，够几拜。欸、我想要新的这个人进来，我想要加星星跟它里面的你都是 low 的外表啊 ,ID 那种的。比较偏那个啦。哎、欸，这好像比较好哎、欸。虽然这是推塔游戏，好啦，推塔了。哇，人回不来了。哎、欸，你也开始都喜欢讲一些干话了哎、欸，你怎么了？你最近也受到了刺激吗？特训项目？什么特训项目？看一下。哎呦，闪躲技能呢、欸？推塔训练，棒棒！快去运动！在训练时感叹到。地图中的河道真的是游戏最核心的地域，它的长度贯穿整个地形，连接口是什么。不过，真其中最长的河又是哪一条河呢？亚马逊河，不是吗？好啊，心态还好啦，给我去练习。不是亚马逊哦，糟了，还好我一直都觉得我地理很差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教练是后期的，前期就领队啊，我想要啊，但是没办法啊。哎、欸，怎么还有比赛啊？因为我来的是，还、啊、要怎么升级那个八八八，增加那个，还是我先解除掉他，把我之前那个领队拿回来。欸、现在 B 加的都好多、哦，会不会很难打、啊？我好怕哦。你AD应该不会打出一个辅助吧？
松头啦。没办法，为了团那个什么，为了那什么东西，整体的团队着想。买什么啊？琪琪弟弟的水壶哦。我觉得这场不妙了。我们失去了一塔，糟糕了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是他们失去了一塔。激进，分推。你怎么可以摔坏人家水壶啊？你好坏哦！这玩法蛮特别的，我也是直播第二天才知道这游戏到底怎么玩啊。然后今天是第三天吧，才真正哎、欸、第四天了，才真正知道这游戏该怎么玩，不然前面都不知道按杀回。保护我的天哪、啊！去吃八龙啊！去吃八龙啊！哎、欸，辅助辅助跑辅助！怎么又死了啦？哦！
也、欸、快爆了、欸，快爆了、欸，快爆了、欸，嘣！你怎么不改名叫赔钱货啊？试过了，好吧。对啊，用音译啊，配嘛 ，P A 啊，然后 C 什么钱怎么拼 ？C H I 吗？哪儿崩掉？啊！我就是要选这只，你真的是很机车呢！哦，哇！啊，自动啦，气死了！你完蛋了，我有牛牛喽。我去第一个眼药水，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这不游戏不能暂停哦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打完再滴。请不要那么冲好吗？请退出塔的范围，谢谢。我们拼到赢，算了，回家回家回家，我死了。冲啊！不要让我走！哎呀，我是你们就冲塔啦！对，我想都也没都想到的，竟然不杀人跑去吃龙。虽然龙比较棒啦。哇，你看啊，送光光了吧？哇，塔要掉了！哇，人头也掉了！哇，
牛一直在送哎、欸，送爽没？我们的队友好喜欢送人头、哦，我看不下去了，这是到底在干嘛？不让他走，给他死！他在这边回城。哇、哦！我来播一首歌了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生气什么？啊！仰望耶稣。哇，还是二限制两只哦，好像很赚哎！哇，这二坏了吧？哦不，我的队友也坏了，我的队员，救救他！我的队员是不是在打假赛啊？用绕的哎、欸，哈哈哈哈哈！真的快气死了呢、欸！送酸梅，他们要去吃巴龙了啦！欸，没有欸。欸，四条龙欸，小龙能干嘛？哦，我气到有点发烧欸，还是我感冒了？最近一直感觉快感冒，快感冒，但是又好像没感冒。吃巴龙啦！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爆了爆了爆了！快爆快爆快爆！哎、欸，你会不会有点夸张？二，你只是个二哎、欸！啊，死了好，对你只是个二，凶咯，保守哦。哎、欸，又死光了啦吼！哎、欸，抱团你就给我乖乖回来哈！要死要死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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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是死了，操！你最好给我激进一点哦，直接灭他们哦，直接打珠宝还还呐、啊？下一步。
好气哦！我要休息一阵子了，我要培养隐形人哦。夺得冠军表示我是总冠军了吗？职业联赛应该不是吧？不是世界赛吧？啊！我要提升我的队友了，我要把他们职业之巅。哎呦！先看一下。得到新的队员资料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哎耶 ，ADC A， 我 ADC 才换过新的哎、欸，可恶，是跟我生日差一天。收到钥匙塞西，冥王战队教练，恭喜你们晋升了。想要训练的话，我们随时欢迎。恭喜你们赢下去！关闭。有赞助商，恐龙披萨。现在宣传活动中选择交流学习了。交流哎、欸，交流。哎呦，这个陀螺。赛事不要，我要先休息一下下。工作，我又按到了。人员，我的职员，我要点这个领队，就是你了。嘣嘣嘣！人员，我的队员。要用什么道具啦？哦，健身，你去娱乐，你健身，你娱乐，你健身，你直播。我怎么按到这个了啦？领队，队员交涉。生活辅导，独狼，那你去越战高手，我们 AD 要变得更猛，希望你有慧根啊。死敌的攻击时会死伤害，哎呦。拜拜，拜拜拜拜。哦，对耶，还有这个赞助商恐龙披萨。哎呀，喂喂，那个不见了，好，休息一下。你是不是没慧根啊？不是这个，管理经理，这个是什么？时间缩短哦。激活这个，比赛胜利后次数增加。哦，我要再存钱抽这个。再来是还有什么事情建造？哦，这个扩张3000块。那我们明天再去打吧，再去虐菜。再来一次吗？灯泡，再一次。
明天再来。我们先去休息、健身、娱乐，然后去赚钱。不更。彩虹超市。哇，这么多人哦！晚上评论出莉莉的英雄时太浅，并且主力英雄也不太适应本版本，看了之后他有点沮丧。你英雄池太浅是不是？是有一点点啦，你要不要考虑练一下？看一下你需要什么。啊，你上次鳄鱼好像不错，给你练鳄鱼好了。不是鳄鱼啊，血鬼。看一下我的队员，这个好了，这个自由安排，娱乐，是这个宣传活动、表演赛、粉丝见面会、粉丝对战交流，这能干嘛？哎，不对，我刚刚那个 ADC 要哦，我的 AD 要去训练的，你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研修型的技巧，消耗出手率加20%，还行。哎，不对，我 AD 在，好，约战高手。我知道啊，我有做功课啦。他也是说建议，就是前面先顾好两只，后面再去雇聘新的员工。只是每次裁员真的会觉得很心痛。你是不是没天赋啊？所以我在练 AD 跟中路啊。
我本来也不想要猜对，原的说。解锁新技巧。高手之间的对局就像下棋一般，棋谋不断，见招拆招，同时对他也感到兴趣。国际象棋的棋盘究竟是什么规格嘞？哦，国际象棋棋盘。我就十乘十吧，因为国际象棋不就是那个吗？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是八乘八，哎，我就要十乘十，因为我不会玩国际象棋。好，结束。去运动，明天就去参加比赛。心态值恢复至八十。哇，怎么那么麻烦呢？没有中路让我练，干嘛？要给他什么？你想要给他什么？我要怎样才能增加我来的那个叫什么队员的等级啊？就是刚刚出去用粉丝见面会吗？是吗？先让我练完这只吧，熟练度将提升是四级。好，工作不是这个技巧。哇哦！不对，但是很难呢、欸。